天要来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粮变宴。那粮变呢，它是就是在奈良时代的华严宗的一位僧侣。那粮变呢，它是日本东大寺的开山。像这样子的宴台呢，它是呈现一个风字形的形状。那这个风字宴呢，它是在唐代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款式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后面款的部分。